Hello，今天吃两个毛巾卷，先来吃这个芋泥的。特别好吃，里面是厚厚的芋泥啊。这里面还有麻薯，每天坚持那条，越来越美哦。黑芝麻流心毛巾卷，这款好喜欢。完了，姐妹们，今天先吃到这，这个留着明天吃，我放冰箱里面就可以了。拜拜。